因为这首歌啊是我的一位偶像黄家驹先生，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这首歌可以说影响了我们两岸四地海外所有的华人，很多华人都是听这首歌长大的，所以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激昂，所以我就需要选这首歌。这首歌不管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台湾都有很多人听过，所以我要唱这首歌，让这首歌传到更远，让大家听到更激烈、更兴奋、更激情澎湃的这样的歌。那初赛的时候大家随便来唱一唱，但这次我看大家都准备得比较充分的，那我想作为我自己来讲，就是发挥自己的水平，尤其是练习自己这个在临场现场的这种舞台上的感觉，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提高吧。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海阔天空》。我们掌声鼓励鼓励。我想请大家全体起立好不好，除了评委以外全体起立，灯光也嗨一点好不好。Yeah!
哇哦，各位，这个我们全场好像看起来到现在只有这首歌能够把所有灯光全部都亮起来哈，我们终于知道这个灯光效果非常好，这个给我们慷慨激昂的一首歌曲啊。好，我想非常精彩的歌曲呢，我们下面请我们林老师呢来跟我们简单做个讲评好吗？旭刚哥你好，我相信两次来回的飞行两万多公里，你一定在飞机上闷坏了，所以要发泄发泄。对，我也非常相信音乐可以感动人，恭喜你出道了，谢谢。好，谢谢林老师哈。这次唱歌呢，当时前半部还是有点紧张，第一次这个灯光那么对着眼睛照，还是有些紧张。平时觉得这个歌唱的还不错的，但是今天自己觉得有几个地方音准可能有点问题，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这个歌本身就是一个很嗨的、很有能量的、激情四射的歌嘛，所以我就想呢，把自己也进入那个状况，自己让自己进入一种非常兴奋、非常快乐的状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许就可以带动全场。